要亲亲吗？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啊！要亲亲。前面有车。看一下小矮子 V 啊！哎呦，我不矮呀、啊！我怎么又胖了？你一直都胖。Something in your eyes. Tell me who I am.Something in my heart. Whenever you're near. Something in your eyes. Tell me who I am. Something in my heart. Whenever you're near. You can tell me lies. I can read your heart.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我们中午去我婆婆那里吃了饭，然后回来的。我去吃饭之前我都没有化妆也没有收拾，回来有收拾的，一会儿打算拍那个我化妆龙哥给我配音的那个视频，先涂点东西。今天早上龙哥4点多起床去给爷爷奶奶搬家了，然后他8、9点钟回来，买了早饭，我吃了点，然后又躺床上睡了，睡到12点，然后去我婆婆那里吃的午饭。哎，看到我的指甲了，是我前几天刚做的指甲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是那种宝石蓝，然后面儿做的是磨砂的。昨天回来竟然忘了带隐形眼镜盒，然后我就把我的美瞳扔了，我现在就是没有戴眼镜，我都看不清相机里面的我自己，就是不戴眼镜的话我的世界都是晕乎乎的。龙哥现在成一个大字形蒙着被子在玩手机。我现在把化妆视频拍好了，这要打算剪一剪。龙哥还是没有睡醒，对，我现在要开始剪视频了。这个猪肉脯我超级喜欢吃，就是凉皮脆的，是个原味的。我刚刚剪视频剪着剪着不想剪了，然后来拼图了，这还是之前那个视频里面的拼图，还没有拼完，现在拼了，快拼好一个头了。嗯，我们俩现在要出门了，出去逛一逛，吃点饭。嗯，嘻嘻。我今天背的这个包还有这个短裤都是，前两天在 UR 打折买的。哎，我发现今天我们穿的都是 UR 的，还有 UR 的，是吧？嗯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了奥特莱斯，本来说去开封呢，但是我想着开封应该也没有啥玩的，也没有啥吃的，我们就想来奥特莱斯了，然后还可以逛一逛，然后再吃点东西回去。嗯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不喜欢？灵的眼镜，这儿打折还挺便宜的。龙哥说他要戒烟，已经戒了好吗？戒一周了。对， 对，龙哥说他已经戒一周戒烟了，说他要每天把抽烟省下的钱存一年，然后去给我买包。我估计哈，他就算戒烟，他也存不了个钱。放屁。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，龙哥说怎么去给我买包。然后我发现这里竟然有产品，来看看吧。龙哥比较喜欢产品家的衣服。我试了一个黑色，是袖标的这种，觉得还挺好看的。谢谢。
那我们俩就直接穿上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逛一逛，对吧？我没有买这个小标的，我觉得我穿着有点像服务员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黑色衣服就显得像那样的。走吧，走吧。拿着袜子来试凉鞋了。我试了一下穿袜子穿，可是我的腿又没那么长，我觉得还是很好看。看到了这个，拿着。龙哥挑了粉色，要了这个米色的，粉色有点显脚黑，这个米色应该会，好搭。我们俩一人要了一块雪糕，它的是芒果味的，哎，里边放了一个哈密瓜，猕猴桃，什么哈密瓜？然后我的是西瓜味的，我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，我最爱的水果就是西瓜，就买了西瓜味的。我们俩在土大里小吃拍档这儿买了点小吃，这是面，龙哥做的面，龙哥煮的关东煮。放屁，这是关东煮，这是炸鸡，龙哥炸，还有两个气泡水，好吃，龙哥做了，好吃。不要黄色，给你绿色。给你们看一下小矮子的 V 啊！哎呦，我不矮呀、啊，我一米六五呢。小矮子，5厘米，我都1.7了。我们现在吃饱了，要回去了。我们今天来的有点晚了，刚逛了2-3家店，就关门了，都要关门了。小孩子要亲亲吗？我现在要回家了啊！要亲亲。前面有车。走啦！你戴眼镜不像好人。我婆婆前两天给我买了件衣服，然后给我让我回来试的，就这样一个裙子。还挺好看的。这两个是我今天买的墨镜，龙哥在卫生间边听歌边唱歌边洗澡呢，大家不要听他的声音，听我说就好了。这个眼镜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一会儿戴上给你们看，然后再看这个，这个是黑色，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，啥时候戴都可以，然后这个出去玩戴会很好看，一会儿戴上给你们试试吧。现在我们就躺床上要睡觉了。你卖宝已经存钱存五十了，你也宝宝存五十了，你存哪儿了？余额宝里。存余额宝。嗯。你能存？你能给我存住吗？你要花了咋办呀？我花它干啥嘞？你平时多过点钱，我不是都不花在那儿那里头钱了吗？可是你要花了呢，你就比如你今天存了25，然后明天花；今天存25，明天花了，可咋办呀？25一天25，365天是多少钱？就差不多能给我买一个包。记住你的话，每天存25，以后我会每天问你一句：“今天龙哥存钱了吗？今天龙哥存钱了吗？”以后大家也要监督龙哥，每日一问：“龙哥今天存钱了吗？”看一年后他到底能不能给我买个包。
现在加入最精华的部分，燕窝。这个燕窝是小仙炖的鲜炖燕窝，能看到这个拉丝很长。他们家燕窝都是下单当天炖好，然后顺丰发过来。像我这种平常在学校就根本没有时间去炖燕窝，然后又想尝试燕窝的话，就买这种，也比较适合懒人。我是感觉省时间又方便，然后它的原料也很简单，它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保质期很短，那收到以后就要赶紧吃完，一组三瓶也刚好是一周的量。这个瓶挺小，但其实里边燕窝量还挺多的。这是小仙炖的 PR 寄给我的，我在接之前也有了解这个燕窝。燕窝的功效就是美容养颜，降火平气，促进胶原蛋白新生，就调理皮肤和身体的状态嘛。就是我朋友也有一直在坚持吃，然后他皮肤就很好，我想着我也试试吧。因为我不是爱熬夜嘛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爱熬夜，就是半夜给我发私信我还能回的，那就是我还在熬夜，还没有睡觉。因为熬夜我黑眼圈非常重，然后脑门偶尔也会冒几颗痘，比如大家在我之前视频可能都看到过。本来也是不打算给龙哥吃的，因为我觉得家庭地位高的人才能吃这个燕窝，但是龙哥脸上老是长痘，就他的皮肤是非常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让他也试一试吧。尝一下这个燕窝，你尝一下。口感就是那种很 Q 弹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种 Q 弹，但不会特别甜，就刚刚好的那种，有点微甜。如果大家就再喜欢甜一点的话，可以再加点蜂蜜。我今天加的是燕窝、牛奶、苹果跟香蕉，就是可以加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起吃嘛。现在我吃这个燕窝，我觉得吃着还挺不错的。我觉得燕窝这种东西一定要坚持吃，调理皮肤的话一定是内调外用一起，效果才会比较好嘛。恰饭结束，开始吃饭。给大家请早安了。给大家请安。早安。你请安，给我请安。叫什么？你给我请安。现在我们俩要去我婆婆家了，中午要在那边吃饭，走吧。现在是下午，龙哥刚刚把我化妆他配音的视频他刚录好音，本来想去星巴克买个杯子的，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收拾，也不想出门了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的这期视频没有什么内容，因为我们这个周末确实啥也没干，基本上都在家呢。我要继续剪视频了，龙哥又在看直播。本来说不出门呢，但是我们想了一下又决定出门了，要跟我哥的女朋友还有我表姐我们一起去吃饭。我现在没有化妆，我刚洗完脸，但是我化妆了，看我。哎呀，你好好开车。但是呢，我要在车上表演我的绝技，就是车上化妆的技术。我就是车上化妆的技术，我就随
随便化个妆吧，反正见的也都是自己人。嗯，用个真是 Wet n Wild 的一个粉底。哎呀，我看不见，我没戴眼镜。灰吗？我觉得哈，在车上涂粉底展现不出来技术，在车上画眉毛和眼线才是展现技术的时候。哎呀，在等红灯的这个时候，我能赶紧把眼线画完。要走了。我终于等到它红灯了。我刚刚在海底捞排了个号，竟然75桌。嗯，还要等75桌，我的妈呀！那我们就可以画眼线啦。是我刚刚画的，妆画的真的很粗糙。算了，不涂睫毛膏了，就这吧，眼妆画好了，戴上眼镜，鼻影也不打了。决定其他都不画了，涂个口红吧。这个是3CE 的，叫 Tap 吧，还有还挺好看的。慢点儿，颜色涂浅了就是这种有点橘，涂多了就是这种棕色，有点棕红色。我说错了，不是橘色，就是棕色。因为相机里面有点色差，我刚刚一看镜子，不是橘色的。我们现在到那个绿地新都会的这个360广场了，要上去吃饭。海底捞要排好长时间的队呀、啊。可是我现在很想吃海底捞，不过吃点，等会儿看吧，吃点别的，然后逛一逛，看能不能买到星巴克的那个杯子。谢谢。他这儿干净的，稍微放下就。对呀、啊，龙哥好傻呀！龙哥非要偷偷趁他不注意踩上，让他就照那个速度走。这里有一个 Nomi 的店，我打算进去看一看。我最爱逛的就是这种店了，哈哈。这个包可以上学装书用，拿起来就好看了。拿几包吃的。还有龙哥拿四川话。我们来星巴克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那个杯子。我来这儿看这个杯子了，但是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。看到了我的头像，龙哥在这里。最后几位女士，又来了满月，因为海底捞排不到号。You have my heart, we'll never be words apart. Maybe in magazines, but you'll still be my star. 海里的给我们拍照，往那边坐吗？这样这样能拍到。那够亮，够亮，够亮，够亮。在。这两张我竟然是一样的表情，龙哥也是，很像这两张。
不要生气。吃饱了。哦。这远远给我吃了吧。吃撑了。再别提了。你是肯定我。谢谢。我怎么又胖了？你一直都胖。这不感觉吗？啊。这不感觉。